どうも、ジュンライシンです。今見てるチャンネルはジュンライシン。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嗨，我放出水片咗啦。自从我拍完之后咧，我真系冇乜点样坐喺呢一度 set 住个机拍片啊。所以当我要拍之前嘅时候咧，我都要先谂一两秒就系我之前系点样用 set 嗰啲机嘅。几个月冇拍咧，确实系有啲生疏啦。不过咧呢个就唔系重点，事关今日喺2022年11月11号星期五，亦都系大家俗称嘅光棍节啦，又或者系双十一搏杀嘅日子。对我嚟讲就系、是、no。事关喺2022年11月11号星期五咧，喺 KL 嘅 Kino Punya 书局就有举办咗一个 event。呢个 event 咧系 just for 今日嘅啫 ，limited for today。就喺 Ultraman Deca 会出现喺 Kino Punya 嘅书局嗰度，同大家嚟一个临时嘅 meet and greet。呢个系 Zebraya Pro 咧，自从疫情之后首次同马来西亚合作举办咁样嘅活动。虽然过去咧之前就有一啲舞台剧啊，一啲简单嘅记者发布会啊，疫情之后佢哋再次带住 Ultraman Deca 嚟到马来西亚同各位 fans 见面。所以我而家嘅心情非常非常嘅澎湃，真係我有好幾年都冇見到個 Ultraman Official 嘅皮套，所以我而家要做嘅就係即刻鏟去 Kino Punya 嘅書局同 Ultraman Deca 見面。今次喺 Kino Punya 辦嘅呢個 Meet and Greet 總共有三個 section 嘅，分別係4点钟啊、6点钟啊同埋8点钟嘅。我就希望我可以趕得到4点钟嘅嗰個 section 啦，因為係第一個 section 啊嘛。事不宜遲，馬上出發。冇錯啊！而家我嚟到咗 KLCC， 點解會喺呢一度坐住呢？我原本諗住4点钟嚟嘅時候咧，就可以搞掂咗之後就可以直頭走嘅，因為6点钟好多人放工嘅時間。可惜咧就人算不如天算啦！我原本係想參與4点钟嘅呢個 section 嘅，但係我遲咗啊，搶唔到第一個 section 添。所以我排唔到隊，而導致到我 miss 咗4点钟呢一個 section。所以而家咧，我就喺依家度打下等，等6点钟呢一個 section 啦。終於都排到隊啦，第二個 section。It's called the Ultra Heroes Tour Southeast Asia 2022。Lastly, I would like to thank everyone for the support of Kickbooks Kinokuniya Malaysia and also Ultraman Deca. Thank you. Deca 出場啦！今次 Not Only 係 Deca 嚟到咗馬來西亞同大家見面，就連 Zebraya Pro 嘅 crew 咧亦都陪同一齊嚟到現場。較為可惜嘅係，每個人或者係每個家庭只允許影一張相，而且仲係必須由佢哋嘅 team member 揸機影相。我哋可以將手機或者係相機遞俾佢哋，就係唔可以自己撳下 shutter 同 Deca 合照就係咗。但咁樣咧，亦都未曾唔係一件好事，因為現場嘅人流咧真係唔少噶。雖然話每一個 round 咧只容許60组人同 Deca 合照，不過唔好忘記咗，仲有好多前嚟觀望同埋食瓜嘅觀眾。
系咁样啊，班 crew 咧依然能够好有效咁样控制见面会嘅时间之余，亦都会帮小朋友影相嘅时候，会谂尽办法令到小朋友望住嘅镜头，睇得出佢哋真系好 pro， 亦都好有经验。连续三场嘅见面会 ，Decca 同埋班 crew 咧都辛苦晒啦。多谢你哋嘅到来。今日真系非常非常开心，能够睇到一个 official 嘅 Ultra Decca 嚟到马来西亚同大家见面。我亦都相信，其实咁样嘅 event 对中港台嘅观众嚟讲，是一个很平常活动来的，但是对于我们马来西亚的观众来说，这样的机会是真的为数不多的。也都非常非常多谢见到 Kunia 的书局和 Subraya Pro 今次的合作，将 Decca 从日本带来马来西亚，就是为了能够实现马来西亚 fans 的愿望。加上现在还是 Decca 这一部剧集的热播，所以很少可会将热播中的 Decca 带来东南亚，带来马来西亚和大家见面。因为在我的记忆里面，过去的一些 Ultra Man都是劇集完咗之後，先至有啲皮套嚟到馬來西亞同大家見面嘅。所以今日嘅呢個 event 係非常臨時性嘅，即係我冇記錯嘅話咧，係前唔知一兩日嘅時候先知道咁樣嘅消息嘅啫。咁呢個咧亦都係為咗要配合佢哋嚟到馬來西亞，成個十一月會舉辦所謂嘅 Ultra Hero Southeast Asia Tour 嘅呢一個活動。而嚟緊嘅呢一個月咧，都會喺 KL 嘅 Paradigm Mall 嗰度擺放之餘，到時候咧亦都會有 Ultra Man Decca 同埋 Ultra Man Toriga 嘅皮套嚟到現場同大家见面嘅。当然今日呢三个 section 都非常非常嘅热闹。喺现场入边咧，除咗会有年轻人、年长人嘅话咧，更多嘅系小朋友。相信咧 ，Ultra Man 喺小朋友嘅心中咧系一个无坚不摧嘅地位。所以喺现场真系会有好多好多小朋友嘅出现。好多家长未必系 Ultra fans， 但系佢哋愿意带佢哋嘅小朋友去同 Decca 神见面影相。毕竟对小朋友嚟讲 ，Ultra Man 就系佢哋心目中嘅英雄。亦都非常多谢 Subraya Pro 举办咗咁样嘅 event， 实现大家嘅梦想。咁希望在场嘅每一位能够 enjoy 今日嘅活动，同埋接落嚟呢一个月喺 Paradigm 举办嘅 event 咧，亦都非常期待大家能够踊跃去参与，因为咁样嘅机会啦，系真系唔系好多嘅咋，所以希望大家就好好咁樣去把握呢個機會，去同大家中意嘅 Ultra Man 見面。OK， 本期嘅節目咧就到此為止啦。如果你喜歡呢個系列嘅影片嘅話咧，不妨 like、share、comment 同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 咁樣嚟，可以收到好多觀眾啊嘛。所以啊，得你。